你小时候住哪？我不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吗？但你住深圳。长沙。你也住长沙？对啊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肯定不知道的。那为什么你说你是广东人呢？爷爷是广东人。哎呀，挺好的，这个动作挺好的，看见没有？人你歪的过了，打过来了。奶奶也是湖南人，那你是广南人呗？嗯，没有，按中国的习惯都是跟爷爷跟着爸爸，知道不？你知道不？比如说你也是广东人，但是我一般很少说我是广东人，我一般说我是湖南人，知道不？但为什么妈妈说你是广东人呢？啊？